一共三个司机，车你们全都走了。那怎么？我知道，这调我认识。如果说咱们一周可以去一个人去拜山，我一共三个司机，你全都不拉不拉全走了，我到队伍怎么生产？下去喽。垃圾咱可以放一个去办人的，铲车可以放一个去啊，但是铲车得留下，不能说让仨走两个。垃圾他一共几个？几个铲车司机？铲车今天有三个，垃圾两个，垃圾让他去没事，铲车留下了一个，要不要？真的不？定这周啊，两个，一个挖机，一个铲车，你们俩去拜神。下一周你们不能去，让别人去。你看，没完了就是。要跟他两个人去。咱俩都跟，咱俩主要是跟着咱们经验来的呀。如果说那比啥说，就怕你对面上的干面吧。第一个啦，第二个是挨干，第二个你让你怎么打住个？你这个没问题。俺啥家，俺给啥家，好吧？刚这个老马萨拉布拉干干人不可以动他们的，怎么的？他们拜神不可以动他们。我跟你说，如果说我不是多的，你们拜神，我不同意你们去。咱们都是说以前咱们都是这样式的，说这周你们去两个，你们去拜了，下一周完了别人去。你这么都走了都，我车间就停了。你不一定，那你丢啊，你往上飞，你不是看完看你了没？我在那边站，那个兵们。kalau salat Jumat tidak bisa. Kalau salat Jumat tidak bisa.路上人多的还不可以不扔的，那可以，那你们都可以。jadi intinya mereka mengasih izin tidak。但是我只能是，我只能说一天我不想走两个，人家敢提出，敢提出来。tidak ada solat Jumat gantian itu pak。平常你这批有没有换的啦？必须得换啊！现在必须得换，因为我花钱抢票，至于什么样你们上三门两岗，现在我就是说确实。我马上你赶紧干嘛？你跟着第二说，以前在一期我也没见他跟我说不行，非得去拜。在一期也是轮换着去，他从那边过来的，不知道吗？到这边给我改回去啊。那他给啥去？那这个喽。我跟你说，我现在说，我只能同意一个挖机一个铲车走，明白了吧？你们走走，你们也可以走，我直接就走人了。Jadi cuma dua orang saja mereka izinkan, ya. Yang lain tidak diizinkan selama ya. Jumat. Yang sopir ya, yang sopir ya. Tapi tanya, itu tidak boleh kepada kita. Bilang kalau memang tidak diizinkan, biar bagian anak nanti dia kalau mau dipanggil kopi kan. Ya, nanti anak urusan saja di manajemen. Eh, berapa aja? Kamu kemarin, kamu di. Eh, dalam kamu tidak.